之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何以身相见如来否？否也，世尊。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信否？佛告须菩提：莫作是说。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以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当知世人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。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不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寿者；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寿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，已是义故。如来常说，汝等比丘知我说法，无法欲者，法尚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言：如来有所说法言。须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说意，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，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贤圣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世人所得福德，应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，乃至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胜彼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